我之前啊，高雄哦，我是县高雄港，包船有高雄港，端午节的第一天，可以看到整个高雄是整个台湾吞吐运高台湾第一名。啊，今麦看到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排做伙，啊，这阿伯面，这就是啥物船？这叫做连绳钓。连绳钓就是放绳的话，钓大鱼啦。去到尾钓大鱼，去到尾钓汤阿鱼。哦，所以这呢汤阿鱼啦、盐阿鱼啦，啊，都是正宗古代的。啊，这只，哦，这只就是那个定金鱼。哦，这边这两只，啊，这边这四只。哦，这两只呢，哦。